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张。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，现在的话呢不是6月份了吗？6月10多号了，对吧？然后的话呢还有20天的时间，基本上呢就到暑假了。小九月呢就是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问我呢是吧，能不能听他的？这个家呢能不能让他当家做主？然后的话呢这个工资能不能上交给他？以后的话呢我能不能听他的？我就直接跟他说了。这个家现在也是你做主啊，对吧？那你说什么不就是什么吗？我也没有去反驳你啊。你说让我上交工资，那我就想请问了，这个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你了，你能替我还房贷吗？你能开支这个生活吗？你能给我儿子交学费吗？你能负责是吧？这一切的衣食住行吗？如果能的话，那我也能。如果说你都做不到是吧？到时候我把钱给你了，你全部都花完去了，这个东西你叫我怎么能呢？我到时候我一个月赚个7、8千块钱，我全部给你了。然后的话呢，我要交房贷的时候，你说你拿不出了；儿子要交学费的时候，你说叫我想办法，那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可能的了。说不可能，他就说反正也快暑假了，他就要带着儿子回娘家去，以后的话呢就不过来了，让儿子呢是吧，在娘家读书，顺便呢把那个户口给迁过去。这点呢，我是完全赞同的。反正呢，是吧？你带着，你不在这里烦我，我还轻松，我还自在。那你带你就带呗。不过呢，带他说是可以带，但是呢，跟我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说他经常说的，不管是离婚也罢，分开也好，这个生活费呢，你该出的你还是得出。那我说我愿意出啊，那不就是儿子的生活费吗？什么的，是吧？可以啊，每个月他不就是花1000块钱吗？读书的话1000块钱是吧？吃饭的话500块钱基本上也够了。我说那我就出个1000块钱是吧？那你作为妈妈的，你肯定也得出1000块钱嘛。这个东西是双方的，是两个人的事情。哼，不乐意了，说呢是吧？他带着他付出了这个生活费呢，就必须我全部出，而且呢不止出那1500块钱，要出个3000块钱。1500呢是儿子的生活费，1500呢是他的生活费。哎呦，要出到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？出到我儿子就说满18岁为止，现在呢才4岁不到，相当于呢我还要出个差不多15年的时间，一年的话45000块，15年多少钱？10年就是45万，再加5年，50万去了。你想想这个东西合理吗？这也太多了吧，是吧？人家说是吧，这个两个人不在一起了。这个生活费呢是必须得出的，但是的话呢，不可能说是你说了算嘛。你说出个3000块，那你说出个5000块得了，对不对？每个月呢你也不用上班了，我养一个儿子，我顺便是吧，把你也给养了，这样子的话那不是皆大欢喜吗？问题是我要出得起呀，我一个月是吧也赚不了太多的钱，我就是一个打工族，我又不是企业家，也不是大老板，你叫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出嘛？所以说根本就是提那种不可能的要求，每次一跟他谈这个正事啊，他就跟我在那里扯东扯西的，要么呢就说是吧，你给我再多我也不愿意离开，要么的话呢就说我如果要离开的话呢，那就必须要给多少钱给他。如果说换做你们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夫妻之间两个人闹矛盾了，老婆或是老公是吧，那带着孩子去其他地方去了，让对方给个3000块钱。我觉得呢，是吧？很多人应该都接受不了，哪怕你一个月你赚1万块钱，你能给3000的生活费吗？不用开支其他的了吗？是吧？那父母老了以后要不要负责？要不要出钱？对不对？那自己是吧？生活要不要出钱？他呢就想着，我不管是在你这里，我还是回到我娘家那边，你这个钱呢你就必须得出，我在这里呢你要给我2、3千，我回娘家呢你也必须要给我3000块钱。现在呢，就搞得我很头疼呀！这女人真的是太会来事了，每一天呢都是在想一些就是说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闲得很呐，在家里面无所事事的，不是打麻将呢，就是去逛街。现在的话呢，就提出各种的过分要求。朋友们，如果是你们啊，遇到这个样子的事情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这个钱呢，该怎么给才是最合理的？大家呢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啊！小丹呢在这里谢谢大家。